孟杰，如果你执意想要加入我们，我代表组织欢迎你。谢谢您。眼下刚好有个机会，我们成功部将会组织一批进步学生和爱国青年，秘密地赶赴延安抗大进行学习培训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跟他们一起去。 孟杰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这一走，你的刺绣商行怎么办？当年我父亲可以跑架蛇业的去参加革命，他能做到的，我也能做到。话可以这么说，但毕竟你的刺绣商行养活了那么多的工人，你这一走可就断了他们的生计啊。再说了，如果商行能够继续， 对我们将来的工作也会非常的有利。孟杰，你是得考虑一下你的商行。那可以让常叔帮我打理商行，常叔对刺绣比较在行，应该没有问题的。我想，常叔应该也是最好的选择吧。哦，对。 光顾说事儿，这是萧红让我给你们手枪队杜凌峰的信，麻烦你帮我转交一下。放心吧，我会给他的。保持联系。你一定要去吗？等我。 写什么了？把你乐的。萧红来信说，说他要去延安的抗大学习培训了。哎，二哥，你说延安离咱们这个地方有多远啊？很远，也很近。二哥。 你这说的太深奥了，什么叫又很远又很近？我没听明白。对，我问你，想不想临走前见萧红一面？<笑>想啊，那能不想吗？那好，明天咱俩一起去。啊？你也要见萧红？想什么呢？孟琪明天也要去延安，我去送送她。 你好，我是萧红。你好，我是刘梦琪。听红队长说起过你。你们两个以后就是同志和战友了，今后可要互相扶持和帮助啊。嗯，一定的。时间不早了，上车吧。好的。
加培训了，以后还会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你不会以为我是洪水猛兽吧？怎么会呢？我觉得共产党人都挺好的。你看，像龙先生、洪队长他们也都是共产党，人也都挺好的呀。小红，我真舍不得你走。我也舍不得。连老天都替我不舍，那你答应我，照顾好自己。嗯。你会想我吗？想我了就给我写信。你也一样。梦琪，萧红，时间不早了，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。路上注意安全。走。所有人上车了，数一数啊。路上注意安全啊，上去吧。别干，过来。你回来了。我送你一套衣服，拿着。送我的？啊，喜欢吗？嗯，喜欢。你送的我都喜欢。哎，好看吗？哎，合适。啊，你赶紧回屋换一件。啊，明天陪我进趟城，咱俩乔装成兄妹。刚才还说喜欢呢，刚才是刚才，现在是现在，现在不喜欢了。哎，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？我就这样，反正我就是不喜欢扮成兄妹。要扮的话，扮夫妻。这是执行任务，啊，别瞎闹。扮成夫妻也可以方便行动。哎，行行行，就依你了，快去快去快去。好，你这，娘，这嫂子怎么要走了？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哪知道啊！哥，女人脑子里边想什么呀？这男人永远都琢磨不明白。怎么了？说正事儿，明天你俩陪我进到城，我得面见一下万先生，跟他当面谈一下做生意的事儿。还有啊，林峰啊。你跟大气一起去浦西一带码头打探一下情况，顾城县有多少人，什么情况，你把他的底细都给我打探清楚了。好，放心吧。林峰，你觉得我这衣服好看吗？好看。三哥，啊，你觉得呢？漂亮啊。好。我觉得也还挺合适的。行了，咱们就在这儿分开吧，大气啊！啊，你一定得管好你自己的脾气啊！办完事儿赶紧回来，别惹事儿。林峰啊，你看着他。好的，哥。你放心吧，大哥，你我办事儿你老不放心。嫂子，你别惹事儿啊！走了，三哥。看着我呢。走，咱们去见万先生。好，走。咱俩不是要假扮夫妻吗？这夫妻哪有像咱俩这么羞涩的？走了。
处长，出去了。啊。晚上跟我一起去参加一个局。什么局啊？就是上海滩的一些名流请我们吃吃饭跳跳舞。这些人平常上着杆子巴结我们呢。我就不去了。不去不行，要想在上海滩这种地方站稳脚跟，避免不了跟这些人接触，慢慢适应适应就好了。好。漕运生意的事怎么样了？正在筹划中，很快就可以行动。行，好好干啊！晚上我们不见不散。好。杜营长，关于打理盐行生意的事情，于先生已经点了头了，只不过将以我万墨林个人的名义来操作，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具体落实了。好啊，但是我不知道杜营长想过没有，如果你要投身商界，那是肯定不能用你杜营长的真名实姓，需要用化名。化名这个事儿不是问题啊。好，那就好啊。说实话呀，我们没把万先生和于先生当外人，有件事儿啊想跟您说一下。嗯，请讲。我们守枪队啊打算接管浦西一带的漕运生意，万先生是上海的百事通，还希望您给我们出出主意啊。你们的想法很不错，如果漕运生意能接管过来的话，老实说比其他生意来钱都要快。只不过据我所知，这一带的漕运生意那可是顾城县的。正因为是他的，我们才得接管。杜院长，有些话我不知道当不当讲。但说无妨呀。好，那我就直言不讳了。要论打打杀杀的，你们手枪队的确在行，但是如果是经商的事儿，在上海滩那是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势力和背景，而且黑白两道都要搞得定才行。你们手枪队在上海做了很多案子，尤其是杀了一些日本人，所以这漕运生意肯定是不能明着来抢的，否则单单是白道这方面啊，你们就是罩不住的。确实是，虽然我二弟在巡捕方有一定的势力，但恐怕还是罩不住。那是当然，就算是吴宗道恐怕也没这个势力。而且你们想过没有，就算是漕运的生意真能抢得过来，那顾城县也绝非等闲之辈啊。更何况他现在正和日本人勾结得紧，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顾城县是肯定要收拾的。哎，不过接管生意这个事儿，还希望万先生多指点迷津。那这样，这件事情啊，我必须得回去向于先生汇报。啊，当然了，只要他肯出手帮忙的话，那肯定不是问题。那多谢万先生了。哎，杜营长，你不必客气。事不宜迟，我现在就回去啊，向于先生说明此事。这样吧，如果二位晚上方便的话，咱们就在这儿再碰一次面。方便方便。好，那万某就先告辞。慢走啊。行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怎么弄开呀？大哥二哥就是办事就是磨叽。你看这浦西码头，咱们直接给他拿下不就完了？要真是顾城县过来，咱全给他开枪突突了。跟他哪儿那么多废话？三哥，你说的倒简单，咱开枪突突是省事儿，可是强行拿下这个码头也保不住呀。咱现在啥也别说了，先执行完任务再说吧。啊。
好了，散了吧。哎，这位兄弟啊，给你打听一个事儿，刚刚想问一下，你们这儿管事的是谁呀？你们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我跟我哥刚来到这儿，想找一份活干。那个，这不刚来吗？还没找着庙门呢。啊，管事的叫李二牛，我们平时都管他叫牛二爷，不过他今天不在。啊，不在啊？啊，叫李二牛是吧？啊，谢谢兄弟啊。哎，顾城县一直就跟您过不去，而且对你上海地方协会的位子亏于已久。现在他投靠日本人，更是为人所不齿。我们帮助守相队对付顾城县，其实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。至于日本人嘛，以师爷您的性格，那是迟早也要得罪的。说得对，那咱们就帮着他们拿下漕运的生意。是啊。不过，莫林啊，我们不能总替别人做嫁衣啊。浦西漕运的生意拿下以后，我不收一分利，但有一个条件。叔爷，你说，让他们的人加入我们的帮会。哦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漕运的生意一旦拿下来之后，表面上是守相队在经营，但实际上还是我们帮会的地盘，无形之中还能壮大我们的声势。哈，林娜，你真是一点就通。叔爷过奖了，不过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答应。这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损失嘛，我想杜队长和海洋会识时务。好，莫林明白了，那我去找杜营长商量这件事，看看他什么意思，然后我再回来跟叔爷汇报。去吧。好。怎么样，还能适应吗？要不去我那儿坐会儿，喝喝茶，聊聊天儿。啊，不去了，军部还有点事儿。处长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嗯。摩托车，
李伟死了。你们两个人突然袭击，竟然没有杀了他。天黑看不清楚，所以被他逃过了。这不等于还是没有把他杀了吗？说这些有什么用？那你觉得这杀手会是什么人？守枪队在上海得罪的那些人，不是日本人就是汉奸，其他的人是不会杀我的，所以一定是秋野或者是顾城宪干的。在没有抓到凶手之前，这段时间你尽量少抛头露面。啥？加入青帮？大哥，咱们守枪队好不容易在上海打出点威风来，凭什么屈居他人之下？如果不答应的话，一来是驳了于先生的面子，二来对我们接管漕运生意很棘手。我大哥，三哥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我看二哥他遇刺了。怎么？二哥没事吧？二哥没事。嗨，哎呀，没事就好。啥破报纸？这谁下的手啊？杀你是什么人？什么人不知道，但是我正在查，有两个人，我打死了一个。挺厉害啊，有伤吗？没事，没什么大碍。我这次来呢，就是想讨论一下关于接管藏玉生意的事儿。二哥，没吃东西吧？我给你准备点。行。啊，正好二哥，你给评评理。让咱们掌管漕运码头生意，必须加入青帮。加入青帮？老二，关于加入青帮是这样的。阿基努さん、顧城宪の者がジャンハンヤンを殺すのに失敗しました。しかし、ジャンハンヤンは怪我をしたようです。どうやらジャンハンヤンは恐ろしい奴だ。対処しがたい。やはり私が自らやります。顧城宪は本当に使えない男です。ダメなわけではない。今ジャンハイヤンは用心している。やるのであれば気をつけろ。やるならばそう必ず成功させろ。はい。所以我同意和于先生合作。于先生帮咱们接管的生意，一分钱都不要，这可是难能可贵啊！关键是让咱们加入青帮，你说这算怎么回事儿？我想于先生让咱们加入青帮，就是想壮大一下青帮的势力，但是咱不一定全加入啊。老三啊，你加入就行了。让我加入青帮又不是让你当汉奸，不缺斤少肉的。这再说了，明面上也算有个身份。没什么不行啊，老二，这个思路好，我们不用都加入。万莫林说了，我们要想洗白，在上海滩做大，就要隐去真实的姓名，这样更方便行动。老三，你也给自己想个化名吧，啊，以后咱们更方便行事。我想啥？我这名都是我娘给我起的。我咋想？我已经想好了，以后我就叫杜万龙，杜先生，怎么样？那要这样，那我就叫张万龙，张先生。你就别糟蹋先生了。那我也不会取名，你让我取啥？要不大哥二哥，你们帮我取一个，行吧？你说你个张大气，老气你大哥二哥的，我看你气你自己吧，气老三。
怎么样？我这离不开气了，就这么达成一致了啊，就叫戚老三。对。哎，还有件事，我在想啊，我们接管曹玉生意，实质上是针对顾城县的。他投靠了日本人，当了汉奸，害死龙先生，这个账咱们还没算。如果在接管生意之前把顾城县干掉了，那么他下边那些虾兵蟹将可就乱了，到时候再动手，那可就方便多了。哎，我觉得二哥说得好。戚老三哪儿气了？老二、老三，万宝林给我的，这是浦西一带顾城县管理的漕运码头小头目的名单。万宝林还说了，如果我们能把这些小头目先搞定，对于我们接管漕运生意，易如反掌。太好了，这是老天爷在帮咱们守枪队啊！我的计划是这样的，来。经过哥仨一整天的商议，一个完整的计划出炉了。但是这个计划能否顺利执行的关键，首先是成功刺杀顾城县。而顾城县在那次解救于志新之后，已成惊弓之鸟，身居简出，顾家戒备森严，想要刺杀他并非易事。如果龙先生还在有多好，他总能够在自己迷茫的时候给予正确方向。该怎么办呢？叔爷，张大器来了。开始吧。是。成败石铁。失礼。红花绿叶白莲藕，三教九流是一家。拜二爷。在上，受弟子张大器一拜。敬朝。师父，请喝茶。宣帮规。凡加入我帮会者，一，不准欺师灭祖。二，不准藐视前人。三，不准提闸放水。四，不准饮水代铅。五，不准江湖乱道。六，不准扰乱帮规。七，不准扒灰盗龙。八，不准奸盗邪淫。
九，不准大小不尊。十，不准带发收人。李成。大齐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咱帮里的自家兄弟了。谢师傅。恭喜大齐兄弟。谢万先生。海洋，你让我调查的事情我都调查清楚了。死的那个杀手叫李伟，原来是上海警察厅下属侦缉队的一个巡警，后来因为犯了事被革职了，也是最近才投靠顾城县的，一直帮顾城县做些见不得人的事情。那看来，要杀我的，不是顾城县，就是他背后的主子。那错不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打听到，李伟有一个朋友叫胡阿四，这两个人臭味相投，也是一起被革职的。哎呀，你说会不会这个胡阿四也投靠了顾城县？那这样的话，那天杀我那两个人，受伤的那个。华四，估计是他。据说这两个人在侦缉队的时候就形影不离。那就重点查一下这个华四。行，包在我身上。走了。哎，冯大哥，等一下啊。你之前在惠思古房的时候，有没有了解过顾正先这个人啊？我们对上海这些大人物都有过些了解。要说顾正先有什么弱点、缺点，我们不是很清楚。但说到兴趣爱好，我们倒是知道一些。这个人喜欢斗鸡遛狗，玩古董吸大烟，哎，特别是古董。听人说他家专门有间房间存放他收集来的古董。好，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好。你是谁？跟着我干什么？哎，两位大哥，向阳路怎么走啊？江海洋你都跟不了，不但暴露了身份，还差点被他抓住，简直是废物。还真是个日本特务啊。老二，你现在可得万分小心，
秋野对你的身份可是心知肚明的。你虽然是巡捕房的探长，他明目张胆不敢把你怎么着，但是背后放黑枪，还是敢的。秋野这个老杂毛，早都该死了。要么咱们先收拾秋野吧。不急，秋野是一定要收拾的，但咱先收拾顾承宪。黑羊说的对，饭得一口口吃，事儿得一件件做。你别着急啊，大哥，我没着急。但是这顾承宪活着一天，不就多干一天坏事吗？嗯，谁说的？顺利的话，明天就是他的忌日。啊？二，你是不是有办法了？说说这顾承宪怎么杀？搜查证，你就拿这个杀？吃饭啦！来，吃饭啦！吃啥好吃的？先上去吧，一会儿还有呢啊！嘿，脏死了！这是谁的呀？这是你二哥从日本特务那儿缴的。二哥，你真棒！二哥，反正这枪你也没用，送我吧。啊？你要这枪干嘛呀？我都加入手枪队这么长时间了，之前一直都是蹭别人的使，现在应该有一把自己的了啊！哎呦，那不行，嫂子，这枪我还没捂热乎呢。大哥，你看，二哥小气。你二哥逗你了，拿走吧。还是你好，谢二哥。别走火了。什么东西？你的狗命！